顺小妹妹来喽！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贤贤。那你刚才第一句上来，你再讲多一次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萱萱。狂风是马来西亚人咯，你的腔很重咯，是不是来自马来西亚？对呀，对呀，马来西亚哪里呀？茂森。哈 ？JB。JB 的空 JB， 茂森，你不要讲，你出来猛白碰到我讲嘛。我讲远一点嘛。我讲远一点 ，OK OK， 还在读书吗？嗯，一年没有碰见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你想念我是不是？不要，对不起。我下台了哈。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还在读书吗？对，我还在读书。啊，读风纪。风湾。风啊？你不信啊？十三岁把我吓掉你咩？对呀、啊。我讲你是等一年去老班老了老三四年少，好经过了听吧，感谢你看我人缘多么好，就有红包拿了，对不对？感谢感谢感谢，啊，新年快乐快乐啊！你有红包啊？一看。对对对，要谢谢人家，谢谢人家的红包，谢谢老板娘的红包。对呀、啊，你拿你的红包给大家看一下，啊，一看就知道红包不一样，你别的比你大，里面的钱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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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看就知道。你帅你帅，你看我的还皮皮猫嘞，开开玩笑，刀不一样。对啦，你像你觉得我像谁？你跟林北讲好好，林北像谁？你还想在新加坡唱歌？你觉得我像谁？你就敢讲出来。Okay, 最 M 刀的王雷。谁？没，你觉得我像谁？不懂。你觉得我会像一点刘德华吗？你的头你被扒了，一年了，我不知道你的声音进步到什么样。还有在整年里面还有继续在唱歌吗？有啊。有，因为唱歌就不会断。一段就会进步，陆陆续续还在家里面啊，或是一些公开场合表演，都是在进步。比如你今天来唱歌，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唱歌，你总有一天会花开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赶紧过来跳舞。我一定有进步，因为我今天带有附件歌了。是吗？真的。第一首有什么附件歌啊？谢金燕的。什么歌？那个练武功。你跟林北讲话，好像是在偷偷讲话，还在讲。我再来给我复习。我觉得你有点小小，我觉得你不知道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嘞。你前面有开个洞，我又不敢看。因为老人家开个洞是不可以的了。以前你的肚脐给煞到慌，会生病的。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啊、真的，我抵抗力好。对吗？是。我要最好你抵抗力是好。你这件衣服谁跟你做的？淘宝定的，没有人帮我做。老师，我喜欢，你要你自己定的，要注意一点，不要什么衣服都以为漂亮就买下来。新加坡这种是人家打人家死人出刷的，你还打买到有血？真的？谁跟你讲的？他们都打死人，他们家里四五条，你要不要？真的吗？真的，你问他们好了。你骗我？我的嘴巴烂是那没有骗人的。还有一个、啊，你没有去过来福士酒店，新加坡72楼那个来福士酒店，没有开车门也是这件，我跟你讲。要看我，不相信你去看喽。来，带来一些经验的歌嘛。对，来这首谢金燕的《练武功》。练武功。